在疫情面前，各家物流企业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贡献力量，以保障这次疫情期间物资的运输。自疫情发生以来，时刻处于紧绷状态，不停地奔波在一张张病床间，用尽全力。小芬来了，谢谢我们锻炼。哦，谢谢。我92年的，但今年我属牛。我89年的，但今年我属牛。我11年的，在今年我属牛。我们在缩小我们关注的范围，截止到今天下午04:33，四川的情况，确诊病例为534例，治愈人数520。我93年的，但今年我属牛。我49年的，今年我就属牛。爷爷的火箭发射马上开始了。儿子，快点来。这么严重还敢送啊？每个天生要强的中国人都属牛。不管经历多少风雨，就是这么牛气冲天。走吧，出发吧。哎，好的。有使命，就有使不完的牛劲儿。为了爱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今天呢，我们也看到啊，这个同一时期咱们看图新闻所报道的相关的一些内容。我做的决定，九头牛也拉不回。303名医护人员都。不胜牛犊不怕虎，我们都属牛。